For rural students, teaching them how to appreciate beauty and art is a crucial part of their education. Today, a group of young people of different professions have come together for the children of Laojun Mountain in southwestern China's Yunnan Province. I'm Alex, and this is where our journey starts. I'm Mingyu, I'm from Shanghai. 是一名音乐工作者，这次主要的一个成果写了一首歌，它叫做《寻觅》，和这里的地貌、生态、自然状况会有一些连接和关系。其实我也是第一次来，以音乐人的身份加入到这个共创营的这种形式，我是从来没有体验过，然后还做了一些就是小乐器。 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能够见到的，比如说一些塑料瓶，还有一次性的这种碗，让孩子们也能感受到，哎，这种东西它其实还能有用。我叫李青青，然后我主要是从事儿童绘本和一些插图的创作工作。我很喜欢看小朋友画的画，小朋友画的画里面会有一些很天真的东西在，这个是反而我们成年人去就已经丢失的部分。 我叫姚卫，目前是一名独立创作者，书籍、版画、手工写作等的相关的创作，很喜欢大自然，因为大自然里的色彩是超出我们想象的。我希望是能够把大自然里的色彩，然后通过一些课程的形式，能够让小朋友们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知。Designing an art course not only requires artists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 but also experts in wildlife, local cultural heritage, and most importantly, teachers from rural communities. We first invited the 因为他们对于当地的孩子、当地的文化是最了解的。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种子老师，把这些树叶划过风的痕迹把它留下。这些老师肯定会把自己在共创中的感受、经历，还有学到的东西带回到自己的学校，可能会和其他的同事们进行沟通，也会带领其他的老师一起参加我们的课程。我们这次共创营的产出是一套专门针对当地的学生和老师的课程，8个课时左右。我们为这套课程设计了一个故事框架。 以前我们只是教材的使用者，这次呢，清清楚楚地看到一个好的教材是怎么出来的。其实我们民宿的这个传统故事很丰富的，但是我们的这个艺术体现渠道或者是个方式是很单一的。这一次来了这么多艺术交友，突然有一种感觉是，哦，原来传统文化是可以经过艺术家的加工，变成一个更让孩子能够接受。 小朋友一开始会以为我们要来一起去读，但是在这个故事的情节发展过程中，小朋友其实会基于互动型的一些活动做一些参与。
参与的过程就是他们去学习练习和创造艺术的过程。但在这个课程的结尾呢，我们设计的是消失了的猴群又回到了我们的自然环境中，也是给小朋友们留一个很美好的远景。希望孩子能体会到创作里的乐趣，更希望这个乐趣是他通过自己去找寻，在自然里找寻也好，在生活中找寻也好。Experiencing art in person brings power to the children, and they can begin to rediscover the beauty of nature around them with their own eyes. 看一下这个歌词上面，孩子们非常有灵性，很有天赋，一下子就把这个歌学会了。我当时在孩子们一起唱的时候，我都眼眶湿润了，然后我就会感觉到这种生命最本质的那种蓬勃的力量。The benefits of art education last a lifetime. Nowadays, rural children require unique instruction on appreciating and expressing beauty. That's why it's important to leverage the rich and profound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se areas and transform it into resources that supplement art education. The teachers here do a wonderful job.